欢迎你们来到全新上线的创造营2021。这次我们是做国际交流节目，把不同国家最优秀的人汇聚到一起，不是跟着当代流行的，而是我们要创造那个流行。他们曾经经历了什么？他们未来会经历什么？演出现在开始。你觉得洛洛的成绩你能超过他？我要拿个第二。真的觉得他是有唱歌天赋的。你出世你就这么好，那你下面还有多好？你的实力当然很好，可是我最喜欢你的态度。衝撃の連続でしたし。あんな人間が動きするなんて。直接把那个舞蹈的标准给到了天花板。他有种你的魂过来过来，你的魂就得过去，哇，那个自信。他是我欣赏的人，我很想以后跟他一起走下去。我想问，除了 A 班的所有学员，觉得不服气的，请把你的手举起来。不是我恨你，不是我讨厌你，而是我尊重你，我想跟你 battle。现在今天就要以新换旧。哇！关注你了。